接下来介绍江宏杰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对，他是全明星的队长嘛，哈，是啊，两个队长都来了，一个钱维娟，对，还有一个主播区展元都来了，他们今天是同一个 team 来的。对，江宏杰最近有在忙什么事？。根据社群实验室超过1200则的贴文调查，网友们最讨厌的健身房 NG 行为前六名有哪些？我想到的是平常我们馆里面就会发生的事情。馆里面就是我们球馆里面有重量师，就是用完器材不归位，乱丢在其他地方。对，不归位，器材不归位，对或错？恭喜你。前六名就已经四名了，加2000块。讲电话的，就是不做运动，但是就来这边就一直讲，狂讲电话。对或错？错。其实应该就是南瓜在包括制造噪音跟霸占器材上了。对。台湾呢，髋关节的骨折率是全球第一，每年有将近3万例哦。请问哪些蔬菜的钙质含量比牛奶高，可以多多摄取？平常会吃的小松菜。什么叫小松菜？松菜是什么啊？你有吃过吗？我没有哎，好陌生的名字。可能我吃过，这有我听过，但是你是不是记得人名？小松菜菜子？不是，有那么多菜，你为什么讲一个这么冷门的菜？因为我们平常在家里也会吃，我记得它就长这样短短的。好，答案是油。哎，恭喜，加2000、4000。请问一下，小松菜长？小松菜就是日本的油菜，就是有点像油菜，但是它比较小，吃起来口感比较细致，然后也是绿色的叶子。郑红姐，水莲。水莲，对或错？没有。错的，对，很好吃的一种蔬菜，而且纤维含量也是很高，但很抱歉，它钙含量没有超过牛奶。手机电量总是掉好快，请问手机省电妙招有哪些？把所有的通知都关闭。把所有的通知都关闭。意思就是有时候 notification 来就会一直叫，一直叫，一直叫，所以就把它把这个通知关掉，你就不会一直在那边动它。恭喜你答对，再加2000。再延伸一下，关闭蓝牙。东关西关，关闭蓝牙对或错？关机算了。恭喜，关闭蓝牙，关机，关机，不要用吧？关机就不要用，也算是一个答案。照你们这模式讲是这样，关机对或错？对啊。因为你看他这样非常模式都可以了，你为什么不能关机？10000喽，你还有10000可以抢，来请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没有了。好，可能很多人都是用 iPhone 手机，那我们的 iPhone 里面不是有个 Hey Siri 的功能吗？那如果你要省电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把这个 Siri 的功能给关掉。对，然后还有呢，刚刚很多人讲到的就是要调这个荧幕的亮度，那最好呢是把我们荧幕设定在大概50%。有氧运动能够帮助你降血糖。请问，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计算，消耗热量前10名的有氧运动有哪些呢？骑脚踏车。骑脚踏车对或错？这个没有哎。啊，骑脚踏车没有。哦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会这么厉害？这都很激烈了，已经有氧啊，骑脚踏车。前十名。就跑。台湾选手在奥运得到金牌，除了能够获得荣耀外，还能领到多少国光奖金 ？A。200万 ，B 2000万，请作答。好，不要笑，我不是国手，不要这样看着我。我猜错是很正常的。江宏杰，你以前有拿过？这是我的目标，所以那奖金都研究的特别透彻，但是一直拿不到。不是啊，你之前有领过最高的吗？最高是900000，亚运第三。对呀，亚运第三，亚运第三都900000，奥运金牌200万，你自己赶快去做吧。正确答案是 B 2000万元。那教育部
呢，在2015年将奥运金牌得主的奖助学金，就是国光奖金，从12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。那银牌跟铜牌呢，维持700万跟500万不变。4000块。不要看着我笑。好的。古代的健康操五禽戏，是透过模仿虎、鹿、猿、鹤，还有下列哪种动物的动作来锻炼身体 ？A. 熊 ，B. 蛇。请作答。请作答。好，两个人选 A 熊，因为熊就是感觉比较强壮，然后他练的东西可能就是觉得会比较厉害这样。那蛇就是好像一直钻一直钻一直钻，好像都在逃跑的感觉。可是你瑜伽里面有眼镜蛇式啊，对吧？对。对不对？调它的胃啊，蛇拳什么的很多。对啊，蛇比较厉害吧？正确的答案是。熊，五禽戏的五种动物呢，分别是虎、鹿、熊、猿，还有鹤。那练什么呢？虎的话，你就注重在扭转脊椎啊，强健四肢啊，有益于肝脏。那鹿呢，练什么？鹿就是在你颈部的伸展跟跳跃。那熊练什么？就是整体的伸展跟肌肉的收缩。那猿呢，是模拟它攀爬跟跳跃的轻巧，那可以促进脑部的血液循环，放松神经。那鹤就是平衡跟柔软，所以呢也可以锻炼到心肺功能。那透过这五禽这五种动物的动作呢，这些动作可以锻炼你的肌肉跟促进你的气血循环。人人都爱吃鸡蛋，但是鸡蛋怎么吃营养效果最差？ A. 吃生蛋， B. 吃荷包蛋。请作答。两位是被点穴了吗？有不一样啦，荷包蛋会最差。嗯，我觉得因为感觉生的东西虽然可能会有一些病菌，但是它营养价值我觉得应该会是蛮高的。我用三去法。正确答案是 A， 吃生蛋其实是营养最差的。你如果想要吸收鸡蛋的完整营养，水煮蒸蛋是100%的吸收效果。如果炒蛋、荷包蛋降一点点，差不多92%到97%这样的吸收。那如果是油炸的方式，再掉一点，剩下80%。生吃的话，营养吸收最不佳，只有3%到5%这样的营养。好，再加1000。Battle ATM， Who dares to battle？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